小心肝儿。哟，好酒好菜都备好了，看来钱到手了呀。我就说了，照我说的做，别害怕。再高的条件呀，他们都会答应。老婆死了睡了，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一开心啊，就要调皮；你调皮，我开心。小木瓜，老婆花，小蜜蜂来了。这就叫贪心反被贪心误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贪心反被贪心误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有理。我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，我就竹筒倒豆子全给你们估了出来。要说这个官司，可是芝麻壳里裹陀螺，身子小肚大，还在那转着。不过呀，我先放下老爷子不说，大少爷也不说，单说这官爷在海边捡到了一只鞋。这杨家二姨太说，这鞋可是杨家大少爷的，鞋里还有一只鞋垫，鞋垫上他还绣着东西呢。这鞋垫上绣的什么东西啊？是一对鸳鸯。杨大少爷他没成亲，孤身一人，还没有相好的。那么这鞋垫上的鸳鸯是谁给他绣上去的呢？你不是说这杨家的二姨太她就是绣这鸳鸯鞋垫的？这难不成是他给这大少爷绣上去的？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各位啊，他可不是一般听评书的，他简直就是狄仁杰在这儿听评书呢，太聪明了，一点就透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就因为这个杨家二姨太不小心漏了这么一手，这狐狸尾巴嘚儿他就冒了一个尖儿，嗯，就让这官爷给抓住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便是这杨大少爷跟这二姨太不干净，可是这杨大少爷怎么就失踪了呢？另外这杨老爷子怎么就得了重病了呢？为了弄清楚这些事儿，这官爷又使出了一招绝胆。二姨太，你可看仔细了，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鞋？我敢拿命担保，这就是大少爷的鞋。这鞋垫可换了，二姨太呢？她愣没看出来，还说这鞋就是杨大少爷的。由此可见，这鞋是不是杨大少爷的，那可就得两说了。这官爷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，他又使了一个绝招，这二姨太，他又中计了。怎么呢？这二姨太呀，居然说杨老爷子同意自己儿子这个官司可以私了，还开出了天价，这就不合乎常理了吧？自己的儿子死了，当爹的居然说可以花钱私了，别说这杨家是有钱人，他就是没钱人，这老爷子也得拿着菜刀找仇人去报仇去。是，所以私了不合乎常理，有可能是二姨太的一厢情愿。而且二姨太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说了一个谎。我这一着急上火，喉头病也犯了，我得赶紧去看看大夫，三天以后我们再说吧。可他没有去见大夫，直接回到了家里。他回到家里究竟干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可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哎，这私了的价钱又涨了，而且是三番五次的来回折腾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二姨太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
等到二姨太得了手，得了钱财，兴高采烈，他就把杨老爷子的病给忘了，把杨大少爷的官司给忘了，径直奔了胭脂殿的时候，这件事儿可就越来越清楚。要说这对奸夫淫妇啊，早就看这杨老爷子不顺眼，想将其除之而后快。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，都是他们设的局，包括杨老爷子的病，还有杨大少爷的命。就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，二人就动了杀机了。怎么呢？杨老爷子多喝了几盅酒，说了一句话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杨老爷子说什么了？他说呀，等到他不行的时候，就立份遗嘱，将这家产一分为二，一半给二姨太，一半给自己的儿子杨大少爷。就是因为这句话，这对奸夫淫妇开始了行动。他们想除掉杨老爷子，早点拿到家产。于是啊，就在大少爷出门之际，老酒馆送来饭菜的时候，他们在这饭菜里边做了手脚，致使杨老爷子是中了腹泻之毒，而且还久治不愈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俩是持续给药了，最后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栽赃给了老酒馆。可是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这个奸夫太坏了，他不仅要除掉杨老爷子，还要杀死杨大少爷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霸占杨家的全部财产。姓贺的人呢？坐在前边吧。人呢？在下面等你呢。站住！我明白了，是这个奸夫先约的杨大少爷，然后把他推下了石崖，再约的贺以堂，这就把杨大少爷失踪之事栽在了贺以堂的身上，造成了杨家大少爷是被这个贺以堂推下石崖，落海淹死的假象。等到官家找到了那只鞋，这二姨太就认定这鞋是杨大少爷的，这锅可就死死地扣在了贺以堂的头上。哎呀妈呀！你吓得我真得站起来，我坐不住啊！刚才我还说那位爷是狄仁杰办案听书，你简直就是包青天、包大人复活在世啊！行了，他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，你说我还在这说什么呢？不过，最后我还要跟各位交代几句，各位你们可得听好。人活这一辈子，有吃有喝那就是福分，千万不能有歹心起恶意，不然的话就应了那句话了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辰未到。对，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讲。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好。官爷，您私了这招可真绝。大禅中到底是给勾上来了，你配合的好啊！我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？啥不说了，官员，我得请您好好喝顿酒。为啥请我喝酒啊？您说这锅混汤，要不是您给澄清了，我那馆子名声不保不说，喝一汤还得把命搭进去。哼，这话让你说的，证据不足。凭啥要人命啊？啊！哎呦，你瞧我这嘴，得回去得好好的收拾收拾这个。官员，我谢谢您。我就是干这个的，有啥好谢的？一句话，你如果有事犯在我手，你也跑不了。
有您在这儿，我往哪儿跑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人领回去吧！啊，不去河口啊？嗨，拿来这套，吃人嘴短。进来，文员，那我先走了，改日咱们再唠。啊，怎么着？队长，金小手拿住了。啊，金小手拿住了。好。这坛子酒啊，我呢就先存在酒架上，不写你的真名字。经理，你啥时候来，咱们哥俩就啥时候喝。你不来，没人动得了。脑袋病得去看大夫啊！少来烦我。官员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那是死刑犯，能说见就见吗？再说了，你和他啥关系啊？为啥要见他呀？他是我的兄弟，我真是我的兄弟。跟死刑犯当兄弟啊？你脑袋是不是真病了你啊？我的兄弟犯了死罪了，临走前我想见见他，不行吗？我想跟他说句话，不行吗？行啊。啊，看完说完，就是同犯了。关在一块儿，死在一块儿，好兄弟，这下分不开了。那您要非说我是同犯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谁让您嘴大，我嘴小呢？不是我嘴大，是你没长着说话的嘴，你懂不懂啊？回去吧，你看。官员，咱关上门说话啊。金小手是什么样的人，您清楚的很。我当然清楚啊。啊，打架劫舍，是个江洋大盗。可他专门偷日本人的钱，还把钱分给了穷人。那又怎么样啊？这样的人，我打心眼里佩服。我得送送他。我说官员，咱们可都是中国人，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得向着自己人吧，得擎着护着自己人吧。你要不这样的话，那咱还有救吗？咱不得让外人欺负死呀？这些年了，咱们受的欺负还少吗？给咱们打腰提气的人不多了。他们喝出命去帮咱们挺直了脊梁，这样的人是英雄。临走前，英雄不得喝口英雄酒啊！长话短说，利索点啊！还剩了半坛酒，等我死了以后，咱们俩棺材里喝去。谁陪你进棺材喝呀？那地方太窄了，舒展不开。咱要喝，也得找一个敞亮地方喝活人酒。你能出去？那要看我想不想出去了。要走赶紧走，也成蒙都。可我还不想走呢呀。不，你还想留在这儿？啊？这地方多好啊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舒坦着呢。我说兄弟，咱不开玩笑了，行不行？没跟你开玩笑。
我这辈子呀，净看别人挨枪子了，倒还真想挨几个枪子试试，看看到底是啥滋味。再有呢，我想看看那枪子它是咋打出来的，我这手接不接得住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没那能耐啊？那到时候你就多接几个枪子儿，啊！完后我给你泡在酒里头。这个主意好，痛快！看明白了，记住了。这些年我攒的全部家当呢，都在这儿了。你拿走吧。还有什么事？关东太冷了，我想回山东老家。想躺在我爹的身边，我一定把你背回去。千万别告诉我娘，她身子骨弱，经受不住。放心吧，真让我有。外道的话不用再说了，没味儿，也没劲。山高水长，兄弟，我脚下有数。迎客！哎，大爷，哎，叫啥时候来呀？那急了。去老贺出去有何时辰？这该回来了，按说。你跟那客人说啊，酒来了，咱多送他一两。哎，哎，搬酒去，搬酒去。行，别搬了，别搬了啊。那老万家烧锅坏了，那抢修呢。那就是说没酒了。修好了就有了。那不是还是没酒吗？怎么了？那可咋办啊？那不也耗着呢。咱还有别的酒吗？啊，对。啊，跟那谁说啊，你们给他换种酒，那个算咱请客。我去吧，老贺，你帮我这盯着啊。
这位爷，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烧刀子还没有来，您要实在等不及，我给您换眼镜。换眼镜是？除了烧刀子，我这辈子旁的酒一滴不沾。哎，话说回来，这美酒你让我点什么菜？现在菜了，你告诉我美酒，这不是欺客？爷，是这样，这烧刀子卖的太好了，啊，我们那伙计到酒坊去拿酒，赶紧拿来。这爷，这玩意儿还没拿回来呢，您高我说，我给您换一下酒，算我请客，算用不着，我今儿就在这候着。这酒今天我喝上了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如果这酒我今天喝不上，你这老酒馆的门口就得挂个欺客的牌子。那你稍等，你要不把那个酒架上存折打二两，那酒来了再给补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千万别惦着酒架子那些酒，那是这么些年来南来北往的客人在咱家存的酒。掌柜的可说了，只要老酒馆在一天，那儿的酒谁也不许动，一滴都不能少，不能辜负老酒和对咱的信任。不是，咱先借用，等酒来了咱再还上呗。不行，告诉你这事儿，你让老掌柜知道，那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哎，要不到别的酒坊买点呗？死对了，老卢家烧窝那烧刀子跟老万家烧窝那烧刀子味儿差不多，我喝过。要不，幸福你再跑一趟。就为这一坛子酒，跑这么远的道儿不值当啊！也不亏你的钱，你管值当不值当？哎，对，玉，伙计，你这酒卖吗？卖啊！你要什么酒？是哪家烧锅的？孙家烧锅。孙家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那是你耳背。我们孙家烧锅可是百年老号，名头大着呢。有烧刀子吗？有。这总听朋友说，好汉街，山东老酒馆，如何如何，那是名声在外。哼，更听说这老酒馆的陈掌柜，仁义，厚道，隐忍，大气。听得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。我今天可是特意来这品品酒、尝尝菜，是，顺便这拜访拜访陈掌柜。你说这巧了，陈掌柜不在，这酒还断了流。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赶紧给爷打酒。酒来了啊！快！哎呦，这满头大汗的，一看就是累着了。爷，这酒菜还合您口味吧？如果不合口味的话，您千万别客气，您跟我说。好酒。好菜，这山东老酒馆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多谢您的夸奖，盼着您常来。哎，我听说这客人喝不完的酒可以存这儿，确有此事。好，那天就归我了。啊，我喝不了存这儿，别的人可不能碰。您不用说，我们也会这样做的，这是我们山东老酒馆的规矩。您不来，那坛子酒，他一钱都不会少的。敢问您贵姓？免贵，姓高。哎，回头我把您的姓氏贴在那酒坛子上面。您不来，不揭盖，一揭盖，它就是满屋香。好个满屋香！就这么着，哎，接着，您不多坐一会儿吗？常来常往。哎。
哎呦，大哥，嗯，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吧？见着吉祥水3年了，贵重东西也都给老人家留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客们没落金小手，能不落吗？但是说的都是传言，也拿不准。人死了，尸首没了，这事怪极了。难不成那尸首是让他的朋友给偷走了？要不就是那警察局要故意隐瞒事情？谁知道呢？不说的了，大哥，我跟您说一事儿。老万家烧锅前日子坏了，就咱店里边把最瘦那酒客歇恨的扳刀井和烧刀子没了。这刚好有一酒客，他非要喝烧刀子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老贺呢，上卢家烧锅呢，搬了一坛子给顶。卢家烧锅的烧刀子也不错，对，那酒客也说，喝着还挺好。那他还说啊，他早就听说咱酒馆的大名，那特意来喝酒尝菜，还说要拜访您。哎，你们陈掌柜回来了。啊，把我那存酒给我打上来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您是高先生吧？您是陈淮海，老酒馆的掌柜。哟，陈掌柜，久仰大名。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前段日子呀，我出了趟门，慢待了您了。嗨，感谢您啊，特意的到我们老酒馆高抬。高抬不怕，只要能接住，那就是好样。那您看我们接住了吗？陈掌柜，喝口。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，店里事儿太多，不能喝，还请您见谅。哎呦，不能喝。哎，陈掌柜，哎，你这卖酒不长久？长啊，只是白天啊接来送往的不能喝，等下喝了，回了屋了，自留几口解解乏。哦。来这儿，我呀，给您留种酒，您晚上喝。哟，那怎么好意思的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您不是要敬我酒吗？那在哪儿敬都一样，啊，只要您敬酒行，我这人啊，不挑理。那就要多谢您了。您客气。我跟大家商量个事，这段日子我不出趟门吗？路上闲着没事啊，我就琢磨。咱们老酒馆开了好几年了，啊，买卖是越来越红火。说句老底的话，这些年啊，挣了点钱，也都攒下了。我就想开个2层大酒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那开大酒楼，好啊。那多气派啊！你就知道气派了。这店大了，客就多了，造德子上那点事儿也多了。我这两个膀子，我舞弄得动吗？哎，半拉子干得过来。我这倒没事儿。没事儿啊？啊，我这还闲着一只手呢。咱那大酒楼要真开了，我这两只手两把刀，想的都痛快。就你能耐大，嗯，哎，我说啊，要干事儿，咱就往大了干。掌柜的说的好啊，回头人手不够了，咱可以雇人嘛。我倒觉得这个雇人可能也就不必了吧，是吧？那个反正就多干活，就多挣钱呗。何掌柜，嗯，你说说。陈掌柜，这你请我来，不就是为了开酒楼这事儿吗？要我说，这酒楼早就该开了，
就你不说，我都该催你了，啊！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开不开酒楼，而是怎么开，啊！不开则已，是一开惊人。你不说让大连街这个拉个响雷吧，怎么也得让这好汉街它颤三颤。你别看我，不懂什么叫颤三颤是吧？哎，对你给大伙说说，什么叫我得说说？咱们七个脑袋凑一块儿，是吧？你光可着我一个脑袋用啊？我又不是神仙，说琢磨就琢磨出来了。我啊，只负责大局。哎，我把大局给定下来，至于细节，那你们每个人都得动脑子好好想想，你不能光紧着我一个人干，对不对？我这一听他这说呀，跟没说一样。别等等。我怎么就没说了啊？哎，大局我定了呀，酒楼要开得响亮，对不对？响亮还不容易吗？多弄点挂鞭放就得了呗。放挂鞭听个响，那猪都能想得出来。你说谁是猪啊？不是，你理解错，我不是说你是猪，我是说我这个响亮啊，猪是想不出来的。你还没完了是不是？我没法跟你说，你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事儿不是你现在怎么扯猪身？就是。咱们接着听掌柜的说。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，那我呢，就着手找新铺子，招牌不变，还叫山东老酒馆，人手不变啊。还是就咱们这几位，菜价不变，酒价不变，只要招牌不变，那些老客人他一定都会找上门来。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？哎呦，还真没太在意这。妈，他说我也不知道。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？啊，喝就喝了吧。哎，菜价不变啊。陈掌柜，我这都说了半天了，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有道理你倒吱一声啊！你这一声不吭的，我以为你没听懂呢。说了，我不是一直说呢吗？不，你这上一句你说有道理，啊是啊，现在我说下句了，这句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，啊。有道理就行啊！对呀，非常有道理啊！那我跟你说，我呀，何掌柜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去。啊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嫌我烦了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哪嫌你烦呀？我是真有事儿，好吧？那你是不是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说不准，那得看事儿办的怎么样。你还是先听我说完了吧。啊，不是，我这就几句话都约好。不是你这开饭馆，他这开酒楼，他是大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前前后后仔仔细细都琢磨透了。你不开则已，这一开就得响亮敞亮，对不对？嗯。什么叫敞亮啊？就是那大柜台啊，大门脸是吧？亮漆亮色，那漆得亮，你得跟镜子似的，能照着人，知道吧？包括这什么桌椅板凳啊，什么这筷子啊，锅碗瓢盆。啊，还有后厨那个什么菜刀菜板，你都得换新的，对吧？是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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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罐子、醋坛子也得是新的，必须是一新到底，新的干净，新的透亮，知道吗？包掌柜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你看小气了不是？你要想敞亮，就得多花钱。哎，这钱花的值啊，坚决不能省。是，绝不能省。不是陈掌柜，不是。你也别我说啥是啥，对吧？你脑子里就没个问号什么的，有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下啊。不是，是我脑子笨。你说你一下说了这么多，他我记不住。不是，咱们有空了呀，慢慢的坐下来，咱们慢慢说，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咱别慢慢说，咱得快快的。我昨天琢磨一宿，这慢慢我忘了呗。我这不是您这，您听我把话说完，您再去行不行？啊，三爷，哎。咱们那个账本上是有个姓陆的酒客，签了半年的酒账了，得清了吧？昨儿我还找他要去呢，他是今儿拖明儿个，明儿个又拖明儿个，他就是不给。碰上滚刀肉了，对吧？要不咱们，这样，这是大连街，
那怎么办呢？贺掌柜，嗯，哎，你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的呀？嗯，要不你受受累？我可没那本事。你这我开老奉天的时候，就折在那挂账的人身上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折了不怕，是爷们儿不是？是爷们儿就得站起来。你甭跟我使那激将法，我不是那套。这不是激将法，清账这事儿啊，它是吃本事的。我知道你有这能耐，脑子活，比我们都强。你要是能把这笔账清回来，啊，我们全都服你。嗯。陆先生是吧？哎哎，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柜。哦，哎，您稍等啊，您稍等。陆先生，陆先生，您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啊。哎，您请坐。陆先生，我这次来呢，哎，我知道您为难啊，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，只出不入，他也受不了，所以请您多体谅啊。世上最好的事，约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赐我手烟盒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谈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个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别离，每一次遇见，都值得怀念。
每一次失去生命的赐予，一路上有你。